我们上一集讲到呢，唐玄宗他的王皇后被废，被废之后呢，武惠妃肯定要当皇后啊。大臣们当中就有不少人反对，特别是一个叫潘好礼的，马上上奏，指出武惠妃不能当皇后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呢，有这么几条：第一，武惠妃是武则天的后代，姓武啊，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岂得与武氏为国母？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提醒唐玄宗，武氏曾经篡夺过唐朝的国权，武则天还杀过陛下您的生母，您怎么能让武家的女子当皇后呢？这一条就戳中了李隆基内心最敏感的地方。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武惠妃当皇后，大臣张悦参与谋划。张悦是李隆基的宰相，先前因为这个泰山封禅的事情得罪过李隆基，当时呢已经处于失势的状态。唐玄宗要去泰山封禅嘛，就委托张悦拟定随行的人员名单。张悦拟定的名单呢，好多都是照顾他自己的亲旧从人，特别不公平，由此引发了朝野反感。不久呢，他就因为又勾结术士啊、贪赃枉法什么罪名啊，遭到了好多大臣的这个联名举报。唐玄宗本来想对他治罪，正是因为身边的宠信的太监的高力士出来为张悦说情，唐玄宗呢动了恻隐之心，只免去了他中书令的职务，就是宰相不让他当了，让他在这个集贤院专修国史。但张悦的宰相大权呢肯定是没了。潘好礼呢就在这奏书当中指出，武惠妃想当皇后就是张悦的阴谋。张悦就想借此啊，你看我这个对拥立新皇后有功，想冲回朝廷的权力巅峰。确实，张悦年轻时候还特别受到过武则天的赏识。这时候呢，潘好礼把他拉出来陪绑，就是为了显得自己这个奏书有说服力。第三个理由呢，武惠妃如果当皇后，会动摇现任太子的地位。当时李隆基的太子是谁？是李英，他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第二个儿子。母亲是赵丽妃，潘好礼就认为，皇帝如果您想立这个武惠妃为皇后，那么武惠妃她自己就有儿子啊，您最宠爱的儿子李瑁啊，如此您置太子李英于何地呢？而后他又列举一大堆历史典故，如果我们看那个潘好礼这个奏书，洋洋洒洒，我就告诉唐玄宗，你立武惠妃为皇后有多危险。潘好礼这反对意见最终还真奏效了。唐玄宗就没有拜武惠妃为皇后，武惠妃呢经此挫败特别失望，当然也不能说潘好礼这么一份奏书就让唐玄宗打消了立后的念头，根本原因呢还是唐玄宗从内心深处压根就不打算这个立这个正皇后。当时呢他宠爱的武惠妃又一定要当，你说这个李隆基又不好驳这个爱妃的面子，就借着大臣反对这个理由给武惠妃来个软钉子。至于她后来宠信的杨贵妃呢，那绝对是个宫廷小女人，在政治方面没有任何野心，所以即使这个杨贵妃在后来整个家族都剩宠幸，她的兄长杨国忠甚至官拜宰相，但唐玄宗始终没有立杨贵妃为皇后，也就始终没这个打算。所以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应该就是李隆基童年经历使他对女性专政就一直反感，这个呢就进而影响到他对立皇后对皇后位置这种考虑。他应该呢就是希望用这种我就不立皇后，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杜绝唐帝国宫廷会出现女性干政这种可能性。你看立皇后这件事儿暂时算是过去了，但是在开元十三年前后呢，唐玄宗他的儿子们逐渐长大成人了，所以又产生新的问题了。开始呢，唐玄宗解决这个问题和他解决兄弟问题的办法几乎是一样的，对外表示要对这些孩子们隆恩大德，对内还是进行实际的控制。他就命令在当时唐朝的国都安国寺以东建立一所特大的宅院，把他几乎所有的儿子辈的宗室诸王嘛都集中在那里居住，对外号称叫十王宅，派遣的宦官和宫女在那伺候着。还派出明儒当师傅，对这些小王爷进行集中教育。那么这些孩子呢，每天都例行要向皇帝请安，而且他们的财权也被他控制起来。
李隆基给他这些儿子辈的这个王子们十分优厚的生活待遇的同时呢，但是所有的花费支出都是由他控制的，那些小王爷自己是没有财政权的。后来呢，这些皇子们他慢慢也长大了，他们就会也有自己的孩子了，唐玄宗就当爷爷了嘛，但是他对这些孙子们也不放心，于是又在石王宅附近他又建立修建了百孙院，还是让这些小孩居在集中教育、集中管理、集中住宿。每年冬季他去华清宫的时候呢，也不忘在这华清宫外呢设置石王宅、百孙院，目的就始终要把这些人安置在自己眼皮底下，让这些儿孙呢没有任何机会和外边那些朝臣相勾结，也让他们没有任何这个搞这个阴谋诡计的空间和条件。总体上看，李隆基对他自己儿孙们的控制非常成功。在他当皇帝这半个多世纪里头啊，唐朝的确没有发生过什么李氏皇子啊搞叛乱啊互相杀子，没有。但是呢，唐玄宗虽然解决了儿孙篡位的问题，同时呢又留下了特大的后遗症。这个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唐玄宗在继承人这个问题上屡出昏招，由于他对儿子们始终保持这戒心呢，导致他选择继承人太子的时候昏招频出。后来呢，他自己太子李英被他杀了，他又担心儿子李瑁羽翼过于丰满，也没有立武惠妃生的李瑁为太子。那么后来这个太子李亨呢，唐玄宗也是一直对他戒备再三，所以说李亨的太子生涯过得特别不舒服，以至于后来才有了这个马嵬坡兵变之后父子分道扬镳的事情的出现，也有了后来李亨他自己当了皇帝后对他父亲太上皇李隆基那种种种不孝之举。第二个后果是什么呢？就导致李隆基儿孙们政治能力非常低下。这些孩子们，你想一直生活在深宫大院内部，长于大院之内，养于妇人之手，性格都很软弱，能力也非常差。虽然说唐玄宗规定皇子皇孙到了一定年龄可以出外居住，但是你想一个人的性格和世界观往往是在青少年时代养成的，你看都定型了你再放他出去没用，因此这种生活让人细思极恐，一帮完全跟社会脱节的人他不可能真正的成长，所以说呢他一真正一进入到社会肯定是要被淘汰的。所以唐玄宗之后的几代皇帝能力都特平庸，应该和他们青少年时代这种成长环境密切相关。唐玄宗呢，他任命儿子们为各地都督刺史啊，虽然说表面上任命，实际上都不让这些人真正去当地赴任，挂个空衔而已，就拿俸禄。更要命的是呢，唐玄宗定下这个制度呢，还被唐玄宗之后的皇帝，唐朝那些皇帝都继承了。第三，正是在唐玄宗时代，宦官势力逐渐崛起，尤其是在安史之乱之后，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宦官专政。你想那些太监的不阴不阳，心胸狭窄，就主要是因为他们生理问题嘛，绝大多数都是坏蛋。为什么唐朝日后几个皇帝非常信任宦官呢？也就是因为这些皇帝一直在深宫大院里长大的，平时最亲近的人除了宦官就是宫女。那么在外朝政治当中，宫女那些宫婢女官嫔妃是用不上的，宦官理所当然就成为皇帝的家奴，他就用着非常放心，所以说好多大权甚至军权禁卫军权都给他们。无论如何吧，唐玄宗统治前期的为人和施政啊，还是非常值得称道的，特别在用人方面，只要是符合治国需要他都可以接受。而宰相姚崇啊，作为这个开元之治首席功臣，也是开元初年大唐帝国施政路线缔造者。但是呢，没过多久这姚崇就安然下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要知道啊，姚崇遇到唐玄宗献上实策，马上就成为唐玄宗心目中最重要的大臣。在唐玄宗的宰相班底当中啊，姚崇上面还有个张悦，但这个老臣张悦呢很快就因为他自己的不谨慎被唐玄宗抛弃了。姚崇入朝之前呢，张悦自视资格老，与唐玄宗的个人关系好，特别自负。忽然来了一个姚崇，而且这个姚崇和自己还不对付，所以他心里就十分不安。于是张悦就当时想联合齐王李范一起反对姚崇。李隆基呢始终对于他李姓兄弟就干预政事保持高度警惕，你张悦和姚崇不对付这倒没什么，
朝臣之间常见有派系矛盾嘛，但一旦哪一方联合李姓亲王，这就触犯了唐玄宗的大忌。姚崇呢也马上迅速抓住政敌张悦这个失误。有一次上朝结束，他在小殿里和皇帝议事，姚崇就对唐玄宗说，齐王是您亲弟弟，现在宰相张悦呢和他过从甚密，常常秘密乘车进入王府，两人不知道商了什么事儿，我恐怕齐王日后被张悦所误。姚崇这句话特别重，唐玄宗最忌讳就这样的事儿，马上派人着手进行调查。很快呢，情况属实，于是他就下令把张悦贬为相州刺史。自此呢，姚崇在朝中最大的绊脚石和政敌张悦就被搬掉了。那么唐玄宗在任命宰相方面特别谨慎，那不像他的祖母他奶奶武则天一口气同时任命四五个六七个人当宰相，他任用人数不多，很注意宰相之间的平衡。当时和姚崇同为宰相张悦那不走了吗，当时和姚崇同为宰相是谁，有卢怀慎，这个人呢特别有很高的政治清誉，清正廉洁，但他的行政能力和姚崇比要差一点，所以呢朝中有什么大事呢基本上都是姚崇决策。有一次呢，姚崇因为他又有个儿子病死了，请假十多天，结果同为宰相卢怀慎案头那些行政卷宗堆得跟小山似的，整天坐在那里束手无策。为此呢，他自己也觉得惶恐，就来向唐玄宗请罪。唐玄宗当时一笑就说，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耳。也就是说什么呢，他明明白白唐玄宗就讲，我就知道你能力也不行，跟姚崇没法比，但是呢我还是需要借助你的威望和名气。卢怀慎呢等于就是宰相的形象代言人，这种帝王手段呢就是政治平衡，防止宰相一个人独大。那么即使对于唐玄宗这样的皇帝来讲呢，虽然需要宰相的帮助，但他时刻也担心的相权做大。相比汉武帝时期那种频繁换相和武则天时期任命多个宰相，唐玄宗在宰相任用方面呢还是比较得体，就是有所侧重，搞好平衡，避免了宰相之间那种严重的内讧。那么姚崇当宰相的刚开始的时候呢，生活方面非常节俭，甚至连私人住宅都没有，就是在这个网吉寺借住。后来得了疟疾，他又在网吉寺里面请假养病。为此呢，唐玄宗就常常派人来看望，大臣的袁乾耀也经常去。后来呢，每当这个袁乾耀奏事得体，唐玄宗就说：“你所奏之事一定是姚崇的主意。”假如他奏事不得体，唐玄宗又说了，你为什么不跟姚崇商议呢？由此就可以见出唐玄宗对姚崇当时的器重。再后来呢，唐玄宗觉得姚崇你总住在寺庙里也不是那么回事，就把姚崇啊就要叫他安置到四方馆居住。姚崇当时就推辞，四方馆是办公的地方，我去住太不合适了。唐玄宗怎么说呢，设置四方馆朕就是为了官员们的方便，如今呢让你居住也是为了我们大唐社稷嘛，如果有办法让你到宫中来居住，我早就让你搬进来了。就可见唐玄宗对姚崇当时有多么信任。就在这样君臣互相尊重的氛围当中呢，姚崇就大大能够施展手脚。虽然说他当宰相的时间几年并不长，但却被公认为是开元时期的第一贤相，这个就和唐玄宗对他的信任和支持密不可分。姚崇你说这个人这么能耐，但是他是完人吗？当然不是。第一呢，他就时常陷入派系斗争，比如他和大臣张悦啊、刘幽求啊、钟绍京这些人都有矛盾，导致这些人呢先后被贬。其次呢，居功自傲，我们刚才提到同为宰相刘怀慎在姚崇请假之后无法处理政务，等姚崇回来之后立刻开始处理这些积压的政务，当时奋笔疾书，没多长时间就把成批堆满案子那些案牍都处理完毕了，特别自负，洋洋自得，对身边有个叫齐焕的他的属官就说，哎，你看我怎么样，我当宰相能和历史上何人相比啊。齐焕这个人就低头没吭声。姚崇接着问，我比管子和晏子何如啊？管子和晏子都是先秦有名的宰辅之臣。齐焕这个人官不大，不卑不亢，回答说，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犹能莫身，公所为法虽复更之，似不及也。你看管子和晏子呢，他们推行的政法呢，即使不能行之于后世，起码呢终其一生不改变。再看看您的施政朝令夕改，我看您好像还不如那二位。齐焕这话实际上还真说到点子上，姚崇这个人特聪明，但他的施政确实随意性特大。
第三呢，姚崇这个人对他的子弟约束不严。当时朝中有个大臣叫魏之谷的，是个小吏出身，受到姚崇提拔之后一路高升啊，所以说姚崇呢始终把这个魏之谷当作自己的后辈来看待，当时让他负责东都洛阳全选官员，让他负责这个事儿。姚崇两个儿子当时在洛阳，这两个小子仗自己父亲对魏之谷有恩啊，就经常要求魏之谷为他们走后门啊，他们自己认识好多人啊，给他们那些朋友升官发财提供方便。魏之谷的小吏出身，但这个人呢对此还很愤懑，回到长安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了唐玄宗。过了几天之后呢，唐玄宗就假装无意间就问了姚崇一句，哎，你儿子怎么样，现在好像两个人当什么官啊？听皇帝如此发问，姚崇人惊啊，马上意识到肯定是自己儿子惹事儿，立刻回答说，哎，陛下，我有三个儿子，现在有两个在洛阳，这两个人呢欲望多，行为不谨，一定是啊，给魏之谷带来麻烦了。姚崇这么一说呢，唐玄宗就觉得，你看我这宰相还真坦诚。忽然就觉得，从前受到姚崇提拔的魏之谷那小子不地道，小题大做，也不厚道，因此他就想法办的魏之谷。姚崇这个事儿还劝，你看本来就是我儿子不对，做事不谨慎，你要是因为此事您把魏之谷给办了，有损陛下您的圣名。当时呢，唐玄宗表面上好吧，我听你的。过了些天，他还是认为魏之谷不地道，就把那魏之谷呢贬官了。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什么呢？唐玄宗的处理呢，实际上就开始不得当了，就属于因循私情。你看，他就因为姚崇能干，能替他管大事儿，他就偏向偏护这个姚崇。那么对于那公事公办的魏之谷呢，却加以处置。虽然如此处理呢，好在当时唐玄宗啊头脑大体上还是非常清醒的，而且呢，正是因为他这种清醒，姚崇很快就下台了。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姚崇那两个宝贝儿子依然啊继续是护恶不圈啊，在洛阳广收贿赂，接受的馈赠。与此同时，朝廷大臣当中有一个叫赵悔的，也是姚崇好朋友，他竟然干嘛呢？接受边境胡人的贿赂。唐玄宗当时用大力整顿吏治，听说这个事儿，亲自审问，最后下令对这个赵悔啊处以死刑，先把他关入大牢。姚崇当时是非常不明智，他和这个赵悔是老朋友，他竟然干嘛想去劳人？你说你救谁不好，你救皇帝痛恨的钦犯，这下就惹恼李隆基了。当时皇帝正好是大赦天下，但李隆基呢，唯独在大赦的名单里重点圈出赵悔的名字。下令杖打此人100下，然后把此人流放到岭南，就说即使遭封我大赦，我也不能饶了你。看到自己要劳的这个人被唐玄宗特别的下令加以特别的处理，姚崇当时心慌了，意识到皇帝开始对自己不满了，就主动向皇帝提出辞职，我辞去宰相的这个请求。按照一般当时唐朝惯例呢，如果宰相级别的官员请辞，皇帝肯定要先下诏，表面形式上加以慰问挽留。但没想到，哎，唐玄宗马上批准了他这个请求，答应了。你看，自己想说说，对方当真了。由此可见，唐玄宗当时已经下定决心免去姚崇的相位了。那么，对于姚崇这样的名臣，唐玄宗为什么要下决心要免去他的宰相职务呢？第一，哎，唐玄宗考虑，你看姚崇当宰相已经几年了，他的所作所为呢，现在已经背离了当初他提出那种实策的要求，违背初衷。早年间的唐玄宗这个人呢，一向还是做事像理不像人，还真挺英明的，所以他不能容忍这样的大臣继续当宰相。第二呢，唐玄宗呢还是担心姚崇啊，他这个相权过于大，靠这个宰相做大。我们想一想，唐玄宗上位之初，神龙政变，就是那些宰相们领导的，而他和这个太平公主斗法的时候呢，朝中多数宰相还都是太平公主的人，一直和他作对，所以说唐玄宗十分注意宰相权力过大对帝国带来的危害。对于他来讲，宰相虽然说要用，但尽量不能让他们在这个位置上坐的时间过长。所以说我们如果计算一下，哎，这个刨除他刚继位时他父亲太上皇唐睿宗和太平公主强加给那些宰相之外啊，他当皇帝，真正当皇帝任命的宰相总共有26人，时间最长是谁？李林甫，有18年之多，剩下其余的宰相任期都是几年甚至几个月。那么这些人平均当宰相的时间就4年，也就是说呢，他就频繁犯相啊，这个是唐玄宗的既定政策。
虽然属于名臣，但姚纯这个人当宰相也就3年零2个月，就是没有超过唐玄宗所任命宰相当宰相这个平均数。姚崇呢，他不是一个高谈阔论这种理论家，确实脚踏实地实干家。那么唐朝300年间一直有前称房度，后称姚宋。房度就房玄龄和杜如晦，姚宋呢就是姚崇和宋璟。史书上呢一向是姚宋并提，并有说什么呢，崇善应变以成物，璟善守文以持政。崇指姚崇，璟是指宋璟啊。姚崇被免之后呢，接替他的宋璟，这个宰相又是怎么样的一位人物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你的热爱正在热播。